岛屿、杨子和徐凯在新剧《偿还记》中展现出绝佳的状态，两人同框的照片引起了广泛关注，他们的互动画面充满了爱意，演技也备受称赞。徐凯穿着黑色西装，帅气而有型，而杨子则穿着牛仔套装，甜美可人。6月25日，杨子和徐凯在新剧《偿还记》的拍摄现场同框，这一消息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关注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两人的状态非常出色，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。徐凯身着一身黑色西装，整个人散发出帅气和自信的气质，他的精心打扮和完美的形象让人眼前一亮。而杨子则选择了一套牛仔套装，展现出了他甜美可人的一面。两人在同框照片中的互动十分有爱，让人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和友谊。不仅外表吸引眼球，杨子和徐凯的演技也备受称赞，他们在《偿还记》中展现出了出色的表演能力，将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，观众们对他们的表演给予了高度的赞扬，期待能够在剧中看到更多精彩的表现。杨子和徐凯在新剧《偿还记》中的梦幻联动引起了观众的关注，两人同框的照片展现出了他们之间的互动和默契，同时他们的演技也得到了高度的认可，粉丝们期待能够在剧中看到他们更多精彩的表现。